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万字的意义。在佛教的经典书籍和道场里面呢，我们都常常可以看到这个万字。那么万是什么意思呢？它在佛教里面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跟作用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万字，诸位一定看过，就是十字，就是画一个十字，然后呢？狮子都有个尾巴，这个尾巴是弯过来的。狮子啊，狮子有四个尾巴。印度的梵文不叫做万，而我们中国人呢，给他这么一个名字。而且呢，这个不是字，就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符号。在梵文里头没有这个字的。而这是呢，是什么呢？是啊，印度的一个大的神叫做毗修罗。毗修罗生胸前的胸毛，他这个长那个胸毛啊，就是这么一个万字的个样子。但是还有呢，他这个神话是这样子，毗修罗神呢是牛的形状，所以印度呢圣牛啊满街跑。如果你们到过印度的，可以在大街上啊看到好多牛，这都是神牛，把它当神呢、来看。我们的人的头上有一种螺，有吗？牛的头上也有这么一个旋转的，而恰恰好呢，它有四条纹路啊，这是旋转。那后来把它变成了画起来呢，就变成了一个万字的一个记号。因为牛就是啊神的代表，或者是神的坐骑，那就是看到这个牛呢，就等于是看到了什么了，看到了那个神了。所以是而神这个记号在哪里呢？就在他的胸口。他这个究竟是向左边的呢，还是向右边的呢？有争论。我在印度看到的古碑以及古石刻上面呢，万字啊有向左的，有向右的。究竟是向左对啊，向右对啊，应该是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有人争论这个万字究竟是向左旋呢，还是向右旋呢？我们现在用的呢是啊是这样子，以我这一面，如果我是佛，佛的胸口的这个万字啊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转的。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无限，而且呢代表圆融的，代表啊是整体的。如果是个十字啊，就是仅仅是个十字的话，它这个力量啊不是啊巡回的，这是啊向四方啊放出去，而不是啊巡回的转的。那佛法讲任何事都讲巡回的，时间是啊巡回的，而空间也是巡回的。时间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好像一直在这个过去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在佛法的原则来讲，所以三世啊是循环的，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三世啊循环的。因为我们是生命在时间之中，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不断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子。而且站在现在呢就看到过去和未来，看在我们这空间上，站在我们这一点上啊，我们看到对呀、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呢看到四面八方的，四面八方都在动的，我们的宇宙就在动，我们的地球也在动，
不是啊不动的。我们整个的宇宙体啊都是这么循环的转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也有这么一个像叫做万子像，胸口啊很多的佛像身上啊胸口都是有个万字，你们诸位看到过吗？有。那么这个万字在佛的意思，它是叫做32种大人相之一，也就是圆满佛的相。这个万字本身就是代表着圆满的，因为它是时间上是永远是圆满的，空间上永远是圆满的，没有缺少任何一点，在时间上是全部，在空间上是全部。还有呢，它是动的，它不是啊是呆板的。而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呢也是在动的，所以转法轮就是说佛法，就是转法轮。我们人众生呢在轮回生死呢也是在动的，这个动的力量就是无限的力量，也是全体的力量。而佛的慈悲也好，佛的智慧也好，它的功能呢是在时间上是圆满的，是在空间上圆满的。因此呢用万字来代表啊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没有成佛的人有没有这个万字呢？没有成佛的人没有，只有佛以及转轮圣王才有啊这个万字像。那转轮圣王啊就是说宇宙的王，也就是说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宇宙体里边呢是统治3000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国土的王，叫做啊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人王，是啊以佛法以人证来统治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用什么呢？就是用佛法，用慈悲，用智慧啊来教化人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代表着佛的啊功德的。阿弥陀佛。国内的学佛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大学校园里面呢也纷纷的设立了各种佛学社团，甚至举办佛学讲座和禅修活动。有些家长开始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功课，那么学生会不会不念书跑去出家了，在学学生学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也可以说代表着一般的做父母的人的呀对于孩子学佛的一种啊关怀或是担心，也可以说在我们佛教徒啊对佛教的精神佛法的认知没有普遍的让人家正确的认识和知道，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种误解，才有这样子的一种担心的情况出现了。事实上呢一个孩子学佛叫他好好的读书的会让他心智能够正常的发育成长的，使他们呢能够对于人生呢早一些呀、啊、有一个目标出现的，让他们呢身心呢能够正常啊发育成长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仅是大专青年呢来教他们基础佛法，
运用佛法来成长他们。我们也从小孩子儿童在做起了。儿童所谓儿童，我们现在呢从小学中学做的，凡是参加我们呢学佛云活动的孩子，只要两天或者到五天的过程，孩子们回家就换了一个人，对父母孝顺、听话、体贴，在学校里边功课会好，所以捣蛋的他不会的，他会帮助人呢。现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在学校里读书，除了功课之外呢，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排遣他们的情绪的问题，所以呢去跳舞，跳舞不是坏事，去唱歌，唱歌也不是坏事，去逛街，逛街也不是坏事，去种种的，所以年轻人呢活动的地方玩消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动的方式，有的是运动，这都是很好的，不坏。问题呢，年轻的人呢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一种是空想，是梦想，一种是啊茫茫然，甚至于恐惧，将来出了学校成了大人，究竟他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是，如果能够接触到了佛法，接触到了正确的佛法，他们就会啊，提早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认识自己的本分是什么，认识自己将来是什么。人生的规划，人生生涯的方针，他们渐渐呢就能够啊踏实的往前走。这是对于啊青年人、少年人的成长安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不必担心呢。现在我们的活动啊都是几百个人、几百个人的，甚至于上千个人的青少年的活动，哪有可能呢？这些人都变成出家人了，不可能的事。出家人的来源不一定啊，就是因为青少年参加了修复的团体以后就出家了。现在到现在为止啊，台湾的各大专院校有佛学社团的活动的已经呢30多年的历史，这个过程之中啊有很多现在的社会的中间分子，他们曾经都是啊参加过佛学社团的活动的人，包括现在政治界的、工商界的、文化界的都有，他们都过得好好的呀，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想到要出家，那表示说基础佛法不一定是啊会出家的。这个出家的因素有相当多，一定呢有过去的善根，他自然而然就是会出家。一种呢这是后天的基础的培养啊才能够渐渐的出家，这个是两种相加才能出家的，两种之中缺少其一，特别是缺少啊说过去的善根、过去的因缘，他根本没有出家的因缘，也没有出家的意愿，他不会出家的。现在在大学里边呢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将来就不会出家吗？我告诉诸位啊，
我的出家弟子多半没有在大学里边呢参加佛学社团的，他这个出家是毕业以后或者是工作以后，哎，渐渐地接触佛法才出了家的，并不是啊，因为大学社团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接触佛法，他没有出家了，没有啊。所以呢，请诸位家长们要鼓励、放心孩子们去接触佛法，接受佛法的熏陶，不要担心他们。阿弥陀佛。前几个月在报纸上有一则新闻，说到有一位检察官到殡仪馆去验尸，结果被冲到而晕倒了。那么也有些朋友去参加丧礼或者是公祭，回家之后如果人感觉有点不舒服，也说是被冲煞到了。那么佛教对冲煞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这个冲煞的问题和人呢是不是要相信有鬼神、有灵魂、有冤魂，这都有关系的。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我们不会否定，我也可以说我们是相信有灵魂的，不管他叫他什么名字，叫他灵魂也好，叫他是灵体也好，叫他们说是鬼也好，但是佛教的名词是给他一个叫做中阴身，或者是呢灵体，或者是叫做神识。人死了以后很可能他还在那个遗体的附近，但是多半不会在遗体的附近。遗体这是个躯壳，人已经死了，那个躯壳啊，就像那蛇的壳一样，就像那个说屠宰场的这个遗体屠体一样，它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这是一个物质体，不可能因为有遗体啊而产生了什么冲什么煞的现象的。而遗体我刚才讲这是一个躯壳而已，人在活着的时候他会用心机或者是用什么动作会来整人，人在死了以后他是啊，这个遗体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啊反应的，但是他的神识，我们称如果说他是冤魂，可能有一些什么作用啊，在哪个地方？假如你这一个人跟着一个死亡的人呢，没有怨没有仇，而那个死亡的人本身呢，也不是啊一个冤魂。那怎么可能有个什么这个现象出现呢？没有的。如果是有冤魂，你跟这个死亡的人呢之间呢有过激，你去了的时候也可能他找到你，你不去会不会被找到啊？也会找到你。那为什么一定是要到了遗体的面前才会产生所谓冲煞的这种现象？这个多是呢偶尔的一种现象，偶发的一种情况，那配合着一般人的所谓冲煞的一种观念呢，就变成了说哦，因为去到遗体旁边某一个人的遗体旁边呢，所以被冲煞到了。
其实站在佛法的立场不成立。你要解释它是，你要相信它是什么的话，它可能就是大家任云亦云啊，认为就是这种现象这样子发生的。事实上要发生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凑巧正好在使人的鱼鳍的旁边呢、啊、发生了，就叫做冲煞。所以我是从小啊做金灿出身，我做金灿做了好多年，我还没有落法，我还没有啊穿上小和尚的衣服啊，我就赶金灿了。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啊，天天跑殡仪馆，一天跑殡仪馆跑好多次，除了殡仪馆以外还到人家家里边去做什么办事，就是和尚念经，目的人家是请我们去办事，因为没有人看，没有人陪，家里人家的怕，所以请到我们出家人呢去帮忙啊。我们念不念经没关系，反正是夜里都陪他们。像这样子的，我的这样子的生活，我过了好几年呢。我从来没遇到过冲，遇到过啥，没有问题啊。一个人去，还有呢，说一个人去怕鬼怕死人，没有问题啊。我们过去乡下人呢，说念经的时候啊，不是一个队一个队的，就是一个人。念经，现在日本的寺庙的也是这样子，对他们的信徒啊，去念经的时候，为亡灵念经，或者是啊为这个刚刚临终的关怀去念经呢、啊，他是一个人去的。那在南传的国家，也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去地方念经也没有事。那有的人说，因为是你们出家人，所以是没有事。出家人也是人呐、啊。出家人并没有说后边备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防毒面具，或者是防什么防冲煞的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啊，也是人。所以是诸位啊，不要迷信呢、啊、冲煞这样的事，一种啊一种现象啊。但是呢，遗体，你们见到遗体的时候啊，你要把它当成是啊一尊菩萨，要到西天去了，你去他念阿弥陀佛，送佛上西天。如果是一这样子的心，怎么样子也不会冲到你，你的心里非常的健康。如果你心里头一去或者是一看到产生一种毛毛的一种感觉，那可能回去就会感冒，那一感冒以后可能就有不大舒服，那就变成了冲煞。所以你去的时候你说这是一尊佛，这是一尊菩萨，将来的佛我要把它送到西天去。如果这样子想的话，祥和得很，吉祥得很，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问题的。阿弥陀佛。